Hello， 大家今天过得好吗？恩群设计服务关心你。恩群两分钟运动系列是希望能够了解动作的重点，学习如何设计自己的运动菜单，让你在家里也能成为运动的高手哦。Yes。好，今天一样使用毛巾，来把你的毛巾拿起来，好放在你的胸前。好，这时候一样手跟脚配合，当你手往上推起来的时候，刚好把一只脚伸起来。好，再放下来。好，换脚，再举起来，放下来。好了，我们一样要做100下，先把背打直。好，来准备，预备，起，一、二，很好，三、四，加油，五，记得毛巾要拉紧哦，吼，七，很好，八。如果你把毛巾放成软软的这样啊，它就没有用处了，因为它就没有帮助你两边去平衡推它了。14、15、16、17。18，很好，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，加油，25，记得毛巾要放到胸前哦，所以你才会做挺胸的动作，往上推，加油，24、31、32、33、34、35、36，记得你在抬脚的时候啊，脚要直接直上直下，不可以这样往外翻或是往内翻，这样对髋关节不好。来，加油，记得要数出来。47、48，很好。49、50、51、52、53、54，加油。这个动作会比较辛苦一点哦，所以如果你觉得累的话，稍微自己慢下来没有关系。很好，但是请你特别注意哦，身体要保持打直的状态，不可以弯腰的，这样对脊椎不好哦。加油，继续保持。49、70、71、72，很好，73，做得不错哦，继续保持。75、76、77、78、79、80、81，加油。82，快结束了。84、85、86。87、88、89，最后10下慢下来。91、92、93、94、95、96，加油。97、98、99、100，好，把毛巾放在脖子上，来，手打开来，准备深呼吸，吸气，好，来吐气，很好，第二次来吸气。好，来吐气，最后一次来吸气，好，来吐气，好，给自己一个掌声，鼓励鼓励。希望大家保持运动的习惯，维持身体的健康。